们两位跟大家做示范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两道快炒菜应该注意什么？待会你就边讲边做，我尽量帮忙。好，需要叫我什么尽管吩咐，一定要你帮忙。哦，是。然后呢，是怎么可以把这两个菜做得很好吃？也希望你能多说一些撇步，好不好 ？OK。来，这一样，8分钟做这两道，我们两位计时开始。好，来，洋葱的部分哈，油温要多少？油温，这炸洋葱的时候油温要快一点。你现在开始，你必须把他们当初学者来做哦。哦，是的。你现在要讲，你要讲的每个动作，你都要说为什么这么切，为什么这么做。好，先切面。有菜的锅，而且怎么那么小？因为过油比较快。对，过油比较快，因为洋葱你要把它微软，时间要久一点。哦，要久一点。好利落。对啊。那等下再用洋葱这个油量啊，还有一个洋葱的香味，再来过牛肉。哦，所以现在先腌牛肉。对。他一个人就不停。我们刚好牛肉部分有牛肉打水的，对，要加水。一碗牛肉你就兑半碗的水。哦，原来不是一起耶。好，来半颗半颗的蛋。哦，对，这样子好快，用倒的。还有点油吗？哎，那边先把油沥干，然后油再回锅回去。全部的油吗？对。陈哥你在忙什么？我已经认出，感到担心了。动作还是很利落。你担心你自己很利落，很利落。好，来，再用这个油，它有些水汽，继续过牛肉。哦，对，你这样撒下去好美。像因为被那个油也降温了，要赶快打开，不然它会结块，对，会结块。均匀。啊，这道菜牛肉吃光。要分开，要分开啊！哈，我知道，真是聪明的二厨。谢谢。我要偷了，搞什么情啊？接下来做什么动作？来，帮我这个撤到旁边来。好，师。好，这个地板好正，旁边就好，旁边就好，旁边就好。直接帮我哦，陈哥。哎，这边关掉，拿两个炒锅来。是。这边有点油吗？哎，没有，用香油。好的。你可以走过来拿。他喜欢轻盈的感觉。请勿归原处哦，二厨。好恶心！整个两汤匙的水，两汤匙的水。好了，两汤匙的水加到边了。为什么现在这边要加水？你们都快超微大了，加水。加错了啊！对。洋葱有没有倒对？对，倒。微洋葱。洋葱有没有倒对？对，倒。看戏啊！可是芹菜也是要加水的，没错哈。是。哎，为什么不要那个汁？要用那个汁，因为这边基本的香味要把它带出来。葱段，其实还没有炒香，陈哥就把水倒进去了啦。哦，哎，所以它味道会差一点，所以吴师傅你的大厨在补救啊。好，来，基本香味出来了哈。米酒，我刚那个汤不够带进来，好，一匙的量。哦，时间下2分钟。你的洋葱要煨那么久啊？洋葱煨那么久，其实它整个香味都靠洋葱而已，所以等一下它的咸味来讲也是靠洋葱。可能是酱油，酱油糖。干贝这边你可以刷一点点的玉米粉。哦，这边有吗？为什么？等一下你就不需要再做勾芡了。然后干贝会更滑口。聪明哦。哇，这么多，好的，你酒量不错哎。没有，它等会时间剩下1分钟。洗锅吗？哎，可以洗锅。这就可以洗锅。可以。时间剩下30秒。还有，还有个绍兴粉。
50秒。